港鐵上蓋物業大圍站商場圍方開幕只是兩日就發生了打鬥事件。本港網絡在7月24日下午瘋傳一段影片，看到圍方新開張的店頭出面有港女和大媽打鬥，他們互相伸腳掃腿打到跪在地下，還互相指責對方出手在先，爭拗間大媽就說會報警。但港女同行的男人認了話報啊，之後就跟港女一起急步離開了。影片引嚟网民热议，讲笑话系开市第一击，而警方就证实接获报案，案中一个64岁女人报称被一对男女袭击受伤，案件列作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处理。